他敢回第三。因为亚当啊，因为亚当太蠢了。要干掉吗？可是不能干掉，因为毕竟是一千一千，拿起来是啊，全场是很难啊，但是还是很难。就是有一扇挂机，那挂机那蛮好的，对。那这一扇他赶紧要回来跑，但是回来也只是能拿几分，只能拿几分，今年就不冠军，他第十冠等。他之前最巅峰的时候，还不一定拿到冠军。被弄掉了。那时候就被哦对。在那个九三用表，换过九三不加上，不表呢？西班牙国家队表，对啊，其实也是罗杰爱给他表吧，啊，没办法，其实他是老前辈，这是真的很明显啊，他真的很明显，所以就欠表很难的啊，然后这也是很多人还不承认。对，干就很明显，就是在跟你抢，我他妈给你拉低啊！然后重点是，你明明就可以把人家很快刷过去，就刷过去之后，你又慢到一个。